对对对。好，刚才这件事情哈、啊，各有各的观点，你们这每个人的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，所以才会有争执。那么看现在是场上十六盏灯都灭了，小伙子感觉怎么样？自从来了全人练吧，感觉自己还是说的话溜溜有点多了。记住啊，下次再相亲忘了这个滑溜溜，你的爱情就滑溜溜了啊。好的，好，来，缘分天使送给你，喜欢小伙子的到魏军镇的头领理发店是吧？对，魏军镇的头领理发店，加油加油。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小伙子，这位小伙子说自己是一个大魔术师，来，掌声有请。全程热烈。